你们好，你们也来面试了？真是什么人都敢来面试啊！就是，我的妈呀！你来面试就穿着一身冒牌货呀？荷兰之家，你嫌丢人吗你？你来面试饭都不吃饱吗？要不要我给你点饭吃啊？大家都在啊？呦呦呦，这都什么公司呀？怎么什么人都能来这里工作呀？真是服了！天哪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快坐，快坐！哎，好。不行，没事吧？你们俩什么学历啊？还想来这儿上班？告诉你们，我可是996大学毕业的。哦，老板，原来你在这儿啊？这三位呢，就是今天过来面试的。坐好了。既然大家都来了。那面试开始吧。坐下，看我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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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站住！吵什么呢？菜市场买菜啊？先生，我看一下您的资料。先生，您是不是着急来面试，忘记吃饭了？小杨，把咱们店的网红零食拿过来。啊，来了，老板。来，先生，你尝一下。嗯，这玉米薯香脆可口，满满的米香味儿，还有花生芝麻，这一定不便宜吧？哦，这个玉米酥啊，好吃不贵，它一箱30包，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，而且是粗粮细做，非油炸的。现在下单呢，个位数还包邮到家。先生，你要是喜欢这个玉米酥，挖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了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不是老板，我们俩这么高的学历，你不用我俩，用他呀。老板，我可是博士。我不知道什么996，在我们店，人品比学历更重要。你们俩出去！站住！把我的钱还给我。合同愉快。